啊，好，大家欢迎回到你我们们的实在直是，播室。我觉得，现在你也可以同时看到你我们们是的不排是练觉得室你里实面的在是状太况，不容易吴老师在教课，了？不用卷，这些都是他以前的学生东西，好像大家的都保持得不错哦，好像都还是能跳哎。为什么我们一卡进来，他们都坐在椅子上？Hello，真是这个，他知道我们要看他们是不是？现场直播，大家都可以看到学生们，但是现在其实没声音，听不到。有一点点。你需要吗？这个，所以一定要垂直。啊，不要这样，这边容易吗？那边也容易吗？但是我要这样。OK，从来没好，有靠跳过近，舞，小稍腾，微接近。你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吗？芭蕾舞吗？我没跳过芭蕾舞。没有受过他们是 professional 这个，training，我就做运动是松松伸这个展动那作的个时候，大这个腿的压肌力肉吗？是，还是要做什么？对，然后慢慢的，另外一只脚，再放一次，如果可大以家试试要看。看的话，你们可以去找找那个 mango 的好，那一个个星期了，tile。再放下去，没事。然后两只脚一起放，但是谁往后倒跟我没关系，那是你的事情。别叫你看到那个鼻子太小，我们越近越好啦。我不会说你非得怎么近，不过 you do your very best，closer the better。反正你放的时候，你的手啊，看啊，你放的时候，你的手不要就这样放，你的手还是要 very much away，因为有一些人会抽筋的，尤其是过50的人会抽筋。OK，那我们抱脚，单脚放下，单脚放下，双脚放下，然后 stretch，来跟着去，go，没有在地上，好，拉就给他，那个，就是给他 release 啊，release 那个 band，release，hand，hand，close，然后呢，右手。抓右脚，然后在里面，我们在直播室也可以做啊，拉你不要到什做么，吗？拉不到脚趾，还脚痛吗？拉不到什么，你要跟我讲清楚一点。OK，do whatever you can，but don't kill yourself。我就说了，我还只是没有叫你上一段直播而已。OK，one，two，能够多少就少。然后呢，我要你想多什么？少就多少，来，星你星，这你的边Apple，放松，请看这个郭建吗？宏，这是放荧幕上松，看不继到续的，我放们的松，郭导主演要是要找这个，这个在多方控制跟室那你边这个伸感觉，脚，你要是他这也个想放松，这个比较轻，显示这他个有就多 flexible 位了。置了，位置不要紧，位置就可能两段一段发生了变化，什么什么？两段长不是我的事情，回去跟你妈妈反对。他们笑得很开心耶，对呀、你这样做，有一些要是你觉得不舒服的话，你要一只脚这样也可以。但是一般上这样会比较舒服。你上去了，你上。哦，你上去的时候，你定，你想放松这个要有，relax，放松，advisory，然后放危松险了之动后作，，you can try a little 小 bit 朋友，more。如果你们在家里你只看，有请不松的时要，候才能放松。没有家长的陪伴下，尝试这个动作，受伤了怎么办？松就我不要了，看建宏做这这堂边课，我要看我们你的要感觉 executive 到 director Daniel 上这堂课，对大你牛的关哥。切。请问大牛哥在吗？他有没有空上去 studio 跟他们上课呢？大牛哥是不是在外面的那个？能够多少就多少了，这样也可以了，他 price 也可以的。但是呢，你想办法，不要把力放在这个地方，用手抽，然后感觉到放松。OK，看谁，后面那两句。哎，这个要很慢，很大就。你可以。
对，各位。一只脚，一只脚，两只脚，啊，一只脚，一只脚，还是伸长了以后啊，啊，你们这个看站在那很棒啊。然后我说，我别开始，站起，一只脚，一只脚来哦，只是前面啊，你去旁边了以后啊，我没办法整起来啊。OK， ready 。点要感觉到，慢慢放下，伸长你的脚 ，just push， and come back with your right leg extension， 慢慢，可以拉后一点，可以拉这边，感觉到吗？感觉到你的胯放松，放松，你可以放松，你就可以进入一个你 try， see how far you can go， as long as you don't kill yourself. Okay, stay still.这个东西是要你自己的身体，你要自己感觉。Nobody can help it. 那老师跟你说，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再低一点。That's all the point. The point is, you don't kill yourself. Okay. 现在我们就可以做阿拉斯干吗 ？Try 阿拉斯干，但是记得，一定要做到完啊。我一定要做进去。We still do the bending, but 我们加你的 bending， 我们加一个东西，进来，鼓励他。你 bend 了以后啊 ，one， 然后你怎么开 ？Lengthen this one， just let the knee drop， and don't change anything， and 不要 change anything， wherever you are。On the same spot, open. 这个拉开，这个，里面这个东西，拉开，然后回来，一样的道理，回来。Then 你一开始拿上来的时候啊，那抓你的脚跟比较安全了、啊。你抓这个东西，抓你的脚跟，它就不会倒来。提起来，上。Whatever you can go， 上，然后慢慢下来，也不要丢下来啊，丢下来我当成你不要了哈。哥，那是啊，丢下来我当成垃圾桶丢，我也不要。Okay， let's do it。放松越可能，慢慢 open，
OK， 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椅子移开啊，我们还没有做。We're doing in the center. Surprise, surprise. OK， 把椅子移过去那边。移过去。不要站这个镜头。走路，你做了这一个 set 的东西啊，我要现在要你走路，看你走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记得你怎么样走。那么啊，我本来要一个 temperate， 为什么？这不可以走吗？啊，根据我的那个给你的节奏。有两个规矩，第一是不可以撞人，所以你一定要走什么？没有人的地方。哎，实践的人不懂的这个东西啊，都要。所以现在这个疫情啊，我们是最关心，你走没有人的地方。OK， 第二件事情是，你走的时候，你要一直感觉到你的 what's happening to your body。OK， 你，而且你要知道呢。你有没有偷吃过？哦，那是想这样子，这样就是偷吃过的。一定要 go through it， softly。Yes, thanks. You also. OK. Hello. Hi, hi. No, oh my god, different camera. 老师他们要讲 hi， 可以我们再讲 hi 吗 ？Hi 呀 ，Hi 呀。哎，吴老师在你在哪个地方？我在我旁边呢。哎，吴老师，我可以从这他们跟你讲话。OK， 吴老师是听得到你们讲话的。Hello， 你是谁？你是谁？我不知道你是谁，因为你找我当然是谁。小婷跟西西。吴老师，你上课怎么样？这么久没有见到你的学生了。如果他在说话的话，他其实是 on mute 哈。帮，对 ，Madam Go 的电话，ask to unmute。等一下哈，麻烦你，可能要再重复一次。OK， 请你再说多一次。很好，没有人掉了手，也没有人讲。
全部一切正常，全部都还保养得很好哈、哦。看那些画面，还好还好，你有继续？因为现在就是，现在就是要给他们加强一下，他们现成的这个条件要怎么样的用在，跟着你的年龄的长大，慢慢老的时候要怎么样很好的用它，就主要是这个样子。好，我们在Zoom 那里直播进来的同学们，你们有没有 有话要问啊？有什么好奇的要问老师的，要 say hello 的也可以啊。啊，全部都跳到很累，我们的脸。Hello， 你好，安威。Hi Jean, you wanted to say something? 我说去胡子，去胡子。I survived. She survived. Han Wei. Yep, yep. Can you say repeat that again? 什么什么？哦，我向吴老师问啊。啊。你看吴老师，你看到了吗？他还带了孩子呢。Han Wei， 是杨汉威，杨汉威。有，我听到。那边的声音我听到，我们这里听得到啊，只是可能画面没转过去、啊，我不知道他是谁。等一下，等一下，老师，你要往后面走，看那个电脑荧幕，你就看得到他了。还是 Joey 可能麻烦你哦啊，去那个电脑荧幕，你就看得到他了，他们的脸在那边。跟吴老师说话的可以报上名上来吗？说他知道他是在跟谁讲话。他已经报上名来了。Joey， can you bring Madam Goh to the computer screen？So it's not so small on your phone. 嗯，在这边呢，来，他叫我出来看看，他这个是没看到。对。对啦。怎么样？你们看我们这些老人家还有一点用处哦。看得到你。刚刚 Jean 说他 survive。对啦，啊 ，survive 就是成功喽。你们还记得吗？你们有一些以前上过课，现在可不可以也上这个课？很容易哦。啊，是，我是很慈悲的。The good thing is a lot of it is muscle memory. Muscle memory comes back. Yeah. Yes. And they have to really go back to really understand how to do.How to do it correctly, so they can really use it as they go along when they get older. It's very good for the health. It's very good. All the stretching, it's very good. We will have to cut away to the next segment. Any final words from the participants of Madam Goh's class? 吴老师的学生还有什么话要说吗？那就是人了，没有了，好了，好，我们要要继续上课，我们必须要修理一下这些人。原来他们的课还没有结束。好，我现在要再给他，因为要给他再上一点现在，因为我给他一些重点，今天给他们一些重点，所以所有的 exercise 要根据这个重点的要求。嗯，因此他们要做一段，他不可以做一个动作就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的组合都是根据我们的这几个重点来教他们去记忆，应该怎么样做，怎么样延续这样的做，才能够把它做好。做对就健康，做不对就歪掉。好，那谢谢老师，你记得也要休息，要喝水哦。那我们现在呢，就去看看下一个项目。我们先跟大家说再见了，谢谢。